好，在这边要跟大家展示一下哈，一个实际上的应用，所有的 sample code 都可以在 Alpha Lab 那边先找到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硬体器材的部分哈。就硬体的部分呢，有台灯一个，然后插座一个，然后 relay 啊，继电器的部分。然后稍微留意一下哈，继电器的话，它是透过五伏直流电来控制110伏的交流电的部分。然后透过三条线呢，我们接到我们的 iFrog Lab 上面的 ARVLE 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转板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先做个展示部分。我们可以透过连线的部分呢，然后来找一下，哎，这个附近哪里有所谓的蓝牙4.0，然后我们这个ARVLE 的部分呢，它这个板子上面有个蓝牙4.0的板子哈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做个连线的动作哈，啊，点选一下，做个连线动作哈，你就可以连线成功了。好，那我们在接脚的部分的话，已经是先把它接一个视线接脚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当我们按一下这一个按钮的时候呢，哎，它就可以把那个电灯给打开，然后再按一下 off 的部分，它就可以把它关掉哈。我们再做几次哈，所以各位就看到。我们的做连线，然后打开，哎，然后关闭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，各位就可以决定说，我们到时候你要决定要连线多少的设备哈，它因为它上面有很多 Arduino 的接脚，所以各位可以自行决定，然后自行去调整，然后可以控制很多的一些，像这种家电的一些使用啊，或者是一些。实际上的一些物联网啊，或者是智慧家电的这些设备哈。好，那相关的sample code 跟 library 的部分呢，各位可以到那个 iFrog Lab 这边都可以取得，并且可以购买。好，各位可以扫描这个 barcode。